家这个双座啊，就是驾副座，就是或者是半驾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手印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根，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e de so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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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 Baba, baba, maya, la, ah, ch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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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乐乐一一哦哦啊嘎坎嘎坎啊咋咱咋咱呀咋咱咋咱啊咋咱咋咱啊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嗯耶达玛耶达扎巴巴耶登德克达坦嘎多哈呀安德登克扎哟努罗达耶奥巴德玛哈玛那阿索哈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 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人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长的公爵多半跑了选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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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迎接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今天开始呢，就是将这个破除与之分不相连的这种身体，诸等外物他云何又必生？那么，这个前面已经观察了，就是书啊、胶啊、图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是人们常执着为是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就之分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照达真实的这个身体。那么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在身体的每一个本体上呢也没有照到，然后本体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每一个肢体上面呢，就是也覆盖一个真体呢也不存在，就这两种这个可能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肢体啊，就是熟啊、土啊，就是包括这个内脏外面的这个皮肤等等这些以外的一种这个身体啊就是实质性的东西，就是是不是存在呢？就这也是绝对是没有的，
啊，就是通过智慧来观察，也是可以这个得出结论。比如说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呢，就是他认为就是他的这种这个身体呢，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如体的这个聚合，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在另一个地方就是以他体的方式来，怎么会是存在这种这个身体呢？就是就绝对没有。既然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怎么去执着呢？就是也没有任何用的。像那些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除了我们的这种肉身以外呢，就是认为是像那个芝麻那么大的这种物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内道当中的话呢，就是像那个就是托付的这种单子一样的这种这个物啊，不可思议的物啊，就是有些都是有这种这个说法的。然后对这个身体而言的话呢，我们无论是这个外教还是这个内教啊，不管是什么样呢，就是除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以外啊，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体呢，就是绝对也是没有的，人们也不会去执着的，我们想也没有想过，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就是这个肢体聚合的这种部分呢，就是称之为这个身体，执着也是这样的。然后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是只不过是一个设施处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书和教的这个肢体的聚合呢，是一个设施处啊，就是是依靠它来就是安立为这个身体，就是但这个身体真正去寻找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没有的，就这是一种这个性状啊，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身体的一个性状，就是原来我们就是有一些这个韩文的历史啊，就是比如说甲骨文，就是后来就是演变到一些那个象形文吧，就是象形文的话呢，就是本来就是身体的这个身子呢，就韩文当中的身子呢，就是一个人的这种侧身，就是弯腰，就是一直供着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形状，就是才叫做这个身体。但是这种这个身体的话呢，那我们把这个韩词呢，就是换成一个就是站着的也可以换一个，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字来代替的话呢，也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个身子呢，就是是应该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一个人的这种这个形象来这个表示的。其实这个身呢，如果我们从小的时候呢，就是用另一个字来代替的话呢，就是也是完全是可以的。比如说钢铁的铁啊，或者是这个日月的月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一说这个月亮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我的这个身体，就只不过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那种这个细气，就是人们呢，就是随着这个名词呢，就移民当中不是有一种这个名词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取名字就是用了一个名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呢，就跟着就是这样就去去制作。实际上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身体的体相呢，就前面所说的那样，就是跟这个就我们的这个自分的肉体呢，就是一体的方式呢也不存在的。现在在这里面观察那样，就是它有这个他体的方式呢也不存在的。平时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柱子的话呢，就是柱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母土的这种这个东西啊。那么除了就是我们现在肉眼看见的以外，就是所谓的柱子是不是在另一个地方啊，就是存在，就是也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当然是这个在别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肯定是没有这个就任何方式来这个存在着，就是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观察，就真正是人们呢认为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好，自己的就执着的这个我呢，这只不过是一种分别念啊，就是分别念。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我也是是就跟这个侍女的儿子没有什么就是差别，就是绝对不存在的。然后所谓的这个身体呢，就是绝对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呢，通过中观的推理呢，就是完全这个明白的。
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身体啊，就是执着为这个执着为身体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是迷乱的这个这种这个信息啊，就是讲这个道理。身无因与迷，于俗生甚觉，如因四状所逼，无逼为正人啊，就无逼为正人。中原聚合是见识壮士人，如是欲属当以见识有身。那这个称这个两个从此啊，就已经这个用比喻来这个说明我们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对身体的贪爱呢，其实是一种这个非常的错误的一种这个执着啊，就是一种这个分别念。但是呢，千千万万的这个人们呢、啊，就根本不懂啊这个道理，就是所以呢，下面就是进一步的去这个剖析。所以以上的通过这个推理和观察呢，就是大家都是一定会这个清楚啊，所谓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在进行剖析的时候呢，就是绝对就是就是丝毫也不存在啊，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应该这个明白的。那为什么是我们就是从小的就是一直到这个现在，就是最后呢，就是这个没有做过这个人生道路之前的话呢，就是全是只是每个人的会执着呢，这是因为这个愚迷无耻就我们中孙呢就是没有这个三知识的引导，再加上四季无事以来的这个生活的习气所导致，然后呢就是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呢反而执着为是存在，就是这样一来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书啊教啊就是等等这个字体啊就本来是它是一种这个就是种种这个聚合的一种就是堆积物啊，就是对这个法呢就是就开始产生了就是身体的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呢应该是非常的这种这个不合理的。就像我们用比喻来说明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用这个石头啊就是草木啊等等就是各种这个物质啊，就是堆成呢就是像那个不同的这个这种性状啊，比如说就是人们经常这个农夫呢就是在田野当中呢就是做一些这个操人，就是然后呢就给他穿着衣服啊，就是系着腰带啊，然后呢还这个戴上帽子啊，就是就像的真的人一样的话呢，那就是很多的这种耶稣呢就是看了以后也是就是非常的害怕，就是觉得真正的人存在。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看见的这种这个假象的东西啊，假象的东西呢其实呢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没有真正的这种身体的部分的，但是人们呢就是可以把它执着为这个身体，就是这一点龙目菩萨就是也是这样这个说过，就是他说这个譬喻幻化相无来亦无去啊，就譬喻幻化相无来亦无去，唯心于此而失则无而住啊，就是唯心于此而失则无而住，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所幻化出来的一些大象的话呢，其实大象的本体一点也是没有的，就是它是无来无去的，但是呢人们呢就是在这个幻化被这个模糊的这个颜色面前呢，就是可以这个感觉就是执着呢就是为这个认为大象呢就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实际上的有些这个无名于此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于此客气的有些众生的话呢，本来这个所谓的身体呢就是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古儒的一些聚合就是看见，就是他看见一些特殊的这种这个对迹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男人呢就是是这个粗大啊，就是或者是有各种那个这种这个所谓的男相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升起了一种男人的这种执着，然后就是对女相的特殊的一些状术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人们对这个这个女生呢就是也这个升起贪心啊，或者升起执着啊，就是这也是实际上是使我们这个人们的一种愚痴，那就是说这个带来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在座的人也可能扪心自问，自己也是想一想，就有些人都认为啊，就是这个身体呢怎么回事不存在，就是身体呢应该这个存在，就是我的身体。但就是我们现在呢用这个中观的剖析方法来讲，每一个人特别执着无论是自己的身体还是他人的这个身体啊，在你那面前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容身之地，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你的这种身体的这个上上下下呢，就是无论是从哪方面来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前面的理论也可以能剖析得到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去这样这个执着呢，跟我外面的一些这个假人呢就是虚幻的这种相呢，就是
就制作为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差别的。然后下面呢，就是像这个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身体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身体的这种质分呢，是质分应该具足的。下面呢，就要开始这个破除它的邪见。孰夫自己过，你当称合我，子也自己具，直接又可分。分夫细为称，称细为方分，方分你不分，如空无为成。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肢体呢，就是也是这个不存在的。怎么不存在呢？我们昨天说是这个身体是不存在的，因为是它是这个树等各种这个肢体集合的原因，就是这样来安立的。那么现在呢，所谓的这个树是不是存在呢？就是这也是可以剖析的啊，就绝对不存在。怎么不存在呢？因为现在的这个人们的这个树的话，那比如说你的这个右手啊，右手的话呢，就是有五个这个指头啊，就是有五指，然后呢就是手腕啊、手臂啊，一直这个手掌、手心、手背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部分就是组成的，就是所以呢你的这个所谓的手呢，就是也是是就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呢，你就就是所谓的到底这个手呢，就是是怎么样存在呢？我们就是进一步的这个细微的去观察的时候呢，没有的。然后有些人想说所谓的大的这个树倒是不存在的，但是树里面的这个树枝应该存在，我的大拇指应该是存在，无名指应该存在，就是有些无名指都没有是吧，已经染指功夫了。然后这个这个树枝不存在吧，就是树枝应该存在吧，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但树枝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树枝的话呢，就是其实它呢，就是也有这个什么，就是上那个枝节啊，下枝节啊，就是这样，就是有几个这个枝节就是组合的，就是所以它的这个里里外外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也不存在的，就是那么这个树的名就是一部分的这个枝节啊，就那个应该存在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树枝的话，那就是前面的这个枝节第一个这一段的话，那就是应该存在，就是可能这样想。那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又可以观察，就是上面的这个指甲呢，就是就开始剥出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枝皮啊，然后里面的这个肉啊，就是在里面有可能有个小小的这个骨头吧，就是骨头里面不知道有没有骨髓。
就这样你观察下来的话，那就是最后的那个知土呢，就是也不存在的，就是然后知土呢，就是可以分的。然后这个知土如果可以分的话呢，那里面的这个部分存不存在呢？这个部分也不存在的。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假如说你那个切成一个小小的一块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这个放分的啊，就是里面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血啊，有肉啊，就是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东南西北的这个部分，就是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味尘啊，就如果是你这个里面的血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多液体的味尘，如果是肉的话呢，就是里面有很多固体的这个味尘，就是聚合的。那么这个味尘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再分啊，就是这个最细微的这个味尘的话呢，也有这个东边西边，就是东南西北的这种四个方向，还有这个上下，就是当当可以这样分的。所以说你那个有方分的这个微尘啊，有方分的灰尘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再进行就是剖析，就是再进行这个化成最微小的这种微尘，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分微尘，再也没有办法分割的，不可分割的，有个最细微的一个单位啊，就是最细的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存在呢？就是它也是不存在的。它不存在呢，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用那个六种微尘的这种观察方法来，就是再进行这个剖析。这样以后的话，最后呢，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变成树，树变成树枝，树枝变成自己，然后自己呢变成这个微尘啊，微尘呢就是变成这个有方微尘，有方微尘变成无方微尘，无方微尘呢最后就是变成这个空性。所以在整个身体呢，就是像那个虚空一样的，就是我们仅仅是用这个树枝来比喻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进行这个观察。这样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最后真正就是得出来，就是一切玩法都是这个空性的。我们这个复杂的力量呢，完全的用通过这种方式来借着所执着的任何一个法呢，就是不管是瓶子也好，柱子也好，就包括自己的这个神圣眼色身啊，眼珠啊，当当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这样借着。但是这样这个抉择呢，就是这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唯一的超胜的一个理论啊。其实呢，就是佛教也是这个行部宗和有部宗呢，就是承认这个微尘是存在的啊，就是微尘是存在的，就是相当于是刚才那个物理学家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夸克存在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常存在，就是这样来这个说的。然后我们这个唯识宗呢，就是在进行对它观察，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其实这样的这个微尘呢，就是通过
到底来这个句子就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比如说你前面的最小的这个围城啊，这个围城呢，我们由东南西北上下就是用六个这个围城来就是进行对它这个接触。进行对它接触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它有这个防粉的话呢，就是说明就是中间的围城是还不是这个无缝围城呢，就是它可以分呢。如果它没有这个防粉的话呢，那东方的这个围城呢就是融入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围城当中，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这个虚名上也是变成这个一个围城的这种推理啊。就这个时候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好多次，就是什么这个游城通史出围城称六分，就是魏氏二十宗当中吧，就是说这个流城若夷，若夷为山王称称虚，就是这个推理的话呢，就是以前也是用过，就是这是我们这个魏氏宗的话呢，就是非常简单。所以说呢，我们真的如果就是通达，就是一切玩法都是本体上是这个空性的，但这种这个空性呢，并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想象就是认为是空性的，而是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观察之后的话呢，就是最后是不得不空，就是但虽然是空性，但空性当中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刚才所讲的一样的，一切玩是玩我的法呢，就是就容易这个现象。所以神田伦师所说的那样，就是时间住所有无不借稀有啊，就时间住所有无不借稀有吧，就是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玩是玩我呢，没有一个不稀有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不存在当中呢，就是可以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的本体呢也不存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个道理呢，没有一定的佛教基础的人呢，口头上都是会念的，实际上呢，它的意义是多少个人通达就很难说的，就所以我们真正是这个依着这个三知识的这种窍诀啊，就是知道就是中观的这个相空无二的道理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在这里呢，就是也是抉择一切万法呢，就是这个空性，空性呢连唯心虚也是不存在的。是故中从者者随谈入梦神，如是胜若我，岂有难你相？就是下面呢，就是这样那个，这个发无我的这个摄疑啊，就是发无我当中呢，就是不是发无我的摄疑，就是那个圣念处的摄疑，圣念处摄疑当中呢，因为前面已经这个身体啊。就是整体的方式呢不存在的，然后这个身体的一些肢体啊，就这些也是不存在，就是所谓的这个身体呢，除了一个概念一个虚名啊，就是现在物理学家觉得是有一种叫做虚粒子，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实体呢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一种这个分别念以外就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就是通过这个闻思修行呢，然后呢就是对中观就是真正是有所了解的这些智者的话呢就前面的道理就完全明白。那么这些这个崇明的这个智者呢就是谁会就是探者就人们呢就是经常认为的这种非常这个漂亮啊，非常这个可爱的这种身体就是真的修行人当中呢为什么是有些人呢
啊，就是对自己身体呢，就是一点都是不在乎，然后依靠这个身体呢，就日日夜夜的这个修行苦行。为什么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做不到呢？能做到的这些人呢，就是对身体的贪执，就是可以说是没有的啊。就是不能做到的，我们这个世间人的话呢，对这个身体的这种执着呢，就非常可怕。就所以说，这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对这个梦幻啊，就是办的这种虚无缥缈的身体呢，就是怎么会贪着呢？通过上面的这个观察，大家也知道，就是身体呢，就是无论是这个从部分来观察，整体来观察，就是确实是没有这个。如果这个身体呢，像子女的儿子一样，就是根本没有的话呢，那这个身体当中的一切变相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男生的这个相啊，所谓的这个女生的这种相呢，就是怎么回事有的，就绝对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书院呢，一定要了解啊，就是什么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智者。所谓的这个智者的话呢，我们实际上认为啊，就是他会这个电脑啊，他会这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些实践的这个工巧学方面比较精通啊，或者说是博士生导师啊，就研究生毕业了，那这样的话认为是这个智者。这些人呢就不一定真正的智者。真正的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众生的这个身体啊，应该就是看着就是如这个虚幻不实的，像梦中的梦幻身体那样。如果谁能见到这样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就是那就是真正的这个智者。我们前面引用过的那个应该是四百人当中吧，就是如虽见众生如机关幻人啊，就如虽见众生如机关幻人，彼等尽明显能取入圣位啊，就能取入圣位，就是这个教证里面已经说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如果见到了，如果了解了我们这个众生的身体呢，就像是这个幻幻不实的这种这个机器人一样，或者是幻人一样的话呢，那这些人很明显的这个步入解脱道了，就是就在这里也是讲了，就是谁就是真正让这个见到就是身体虚幻不实的话呢，那这个呢就真正是一种这个境界。真正的这个实现当中的话呢，我们前面做观察一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自性不实是没有的。如果自性没有的话呢，那男相女相怎么会有呢？就像那个佛子何其经啊，就是佛子何其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自性空故无有男相也无女相啊，就是在这个神隐当中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这个所谓的怎么说啊，就是相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相呢，就是没有的。因此寂天菩萨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抉择，抉择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到达一种境界，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对相的这种这个执着呢，就是完全退犯。就是金刚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我相即是肺相人相众生相树者相即是肺相啊，就是人相众生相即是肺相，利一切诸相命机敏佛机敏祝福，是吧？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这个相啊，就是全部呢，就是其实呢，就是应该是不是真实的这个相，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假象。非假象呢，就是这个佛的这种相啊。
Bandar gara banna sadar do.